谢谢多谢罗兰，嘿丢得得兰大通得古所为雄，支持多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好，太高，晚安，太高，好，太好。我想，为什么要喊这么大声？因为我刚才跟张善政看到。 不是只是我们现在眼中看到的这么多的群众，在外围，多少人站着，多少人没有位置，都想挤进来，因为每一位都想展现出我们支持张善政的决心。大家说对不对？对。各位，桃园是我的家。 我伫遮出世，伫遮大汉，感恩每一位桃园的乡亲，给我机会来担任八年咱桃园县的县长，咱共同为桃园来拍拼。大家拢知影，桃园是一个进步的城市，桃园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城市。 人愈来愈侪，愈来愈侪人搬来咱的桃园，加入这个大家庭。但是咱的桃园永远是一个温暖的家庭，永远是一个善良的城市。我们有淳朴，我们有温暖。 我们知道什么样是是，什么样是非，什么样民主政治就是选对的人。民主政治都是简单一句话：选一位优秀的，会当做代志，为这个城市打拼的好市长，大家对不对？对。 这一次，国民党提名的张善政，个人从学历、从经历、从能力，每一项都远远超过民进党提名的候选人。各位，张善政，高中读建中，大学读台大。 去美国念书，念斯坦福大学，念康奈尔大学。各位，所有桃园的爸爸妈妈，如果我们的小孩可以念斯坦福大学，可以念康奈尔大学，我们一定会说这是我们的骄傲。大家说对不对？对。如果我们的市长是一位学历可以跟世界第一流比的。 好的市长，我们桃园人也感到骄傲。大家说对不对？对。张善政的经历，当过台大的教授，当过宏基的电子事业化群的副总经理。拜托，他那个时候是大宏基时代，大宏基时代是包括所有宏基体系的。 他当过 Google 亚洲的总监呢，我们每一天都在用 Google 他是亚洲的总监呢，他是中华民国第一任的科技部的部长哎，他做过行政院副院长，最后做到行政院的院长。今天，我们第一流的桃园市的市民，我们要拥有第一流的市长，大家说对不对？对。 最重要，这个人很善良，很正直，品德操守第一流。我相信今天站在我旁边的，尤其我的好朋友邱医生议长，我们的副议长，我们的四位立法委员，以及今天来相挺的13区的主委，跟所有的议员。
都很骄傲说，我们有一位人品最好、最善良的市长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。但是，人善良、品德好、学问好、经历好、能力好，在民进党的眼中就是眼中钉。今天，民进党执政无半步，选举转后步，他想到的就是抹黑造谣。前一段时间，打一个跟他完全不相关宏基公司的专案，就算了。最近说他有大片的土地在中立，我了解了一下，总共四坪，拢做四坪，四坪是大坪哦。可能民进党的数字跟咱无同，想要求讲伊伫新北市三芝有大片的土地，拢做卡查出来，半坪呢，半坪呢，迄是因爸爸的哪骨头的哪骨头呢？安尼会当来修理伊？我讲实话，太无品了，太过分了！我要拜托上善良的桃园的百姓，大家共同挺善良，好不好？好！我们一一二六，挺善良，挺最善良的张善政，好不好？好！一一二六，我们挺学历、经历、能力、会做事情的张善政，好不好？好！等一下，我们还有一样最会做事情的侯友宜市长、卢秀燕市长，都要来挺张善政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！让民进党看一下，这就是好好做代志、实实在在做代志上好的市长。拜托大家一二六，挺善良，挺张善政，让咱所有议员全部动身，好不好？好，让咱眼全力打，好不好？好，拜托大家，我们一起胜利成功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。海皇 XO 干贝架这一罐很厉害，很威，好吗？它的蛋白质呢是鸡鸭牛啊虾的三倍。这么好的干贝酱要去哪里买？是上我们的中天快点购的电商的网站，搜寻你就可以找到喽。好，希望大家爱用哦。